这期的视频是喝咖啡看世界系列的曼谷篇。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曼谷可以说是我的快乐老家了。但是他们应该不认识我的。新年快乐！哇哦！Hello， 小伙伴，我过年这几天来到了泰国。这几天呢，最主要就是带着爸妈，带他们来玩一玩。熟悉我的老粉们可能知道，我2022年曾经在这边旅居过一段时间。因为特殊的原因嘛，所以说就在这边待了大概5个月。就是这次回来，我的心态，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不是抱着那种旅游的心态来这边的，算是故地重游吧。走一走我自己觉得比较想念的地方，找找那种感觉。当然来的这几天我觉得变化非常大，首先就是游客变多了，而且欧美的游客的比例非常非常高。当然中国的游客也多，是因为不用办签证。像我爸妈他从来没有出过国，免签的话来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再来的一个原因。然后我现在在阿索的这一站，我要坐的 unknown， 大概就是4-5站的样子吧。我的之前的卡，哇，还有73哎。38还有。哇，伙伴们，就是到了这个站，整个空气都是那么的熟悉。好，我现在去找一下那个 Sukhwin 咖啡摊的那几个咖啡师，看一下他们还认不认识我了。我记得他们的咖啡摊就在下边，但是现在这边是有了一个这个夜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搬，有没有挪走。这熟悉的空气，找一下那个咖啡摊，我要亲手给他们做一下我们现在的咖啡。这边呢是这个莲花超市，以前呢这边是没有这个夜市的，这个夜市应该是后来又加上的。这个夜市之前他们是在这里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边是有一个电箱。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哇，在这里呢，他们在搬到了这个地方，不是特别特别远，还是这个摊位，但是他们应该不认识我了。Hi, so you three are new here, mayb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here? 2 years. 2 years, but 2 years ago I didn't see you. You call Chinese? Yeah, I'm Chinese. The bank told me. Yeah.Not at boom, it's save me. I remember the 2 years ago, the price is 50, right? 就是两年前呢是55泰铢，涨了10泰铢。Oh, I see. You remember? Yeah, I remember. Yeah, this is a latte art picture. And I got to cooperate with the Chinese champion, Viking. We got this patent.For this picture. Here you can see, you can follow the instruc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positions to hold this picture. When you do the complex latte art, your hand should be relaxing. This handle, yeah, you can use different positions to hold it. And also, we got the bean. This is my coffee brand. This is the Geisha blend. Really love this one. This is a very rich flavor. And also,This one is Yunnan, yeah, tastes heavy. So this one is Columbia Geisha for the cold brew for over.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哇哦！新年快乐！ By the way, what's your name? I'm sorry. Kristen. Oh, good to see you. What meaning of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泰国 is Thailand. Yes, exactly. 来给他们做一个。我们的这个龟下的拼配。How many coffee grounds do you usually use? For espresso, right? Yeah, for espresso. 20 grounds. 20, I use 21. 尝试一下。然后呢，我自己带了一个 Coconut Air 的电动磨豆机来磨一下。磨完了。Bye, Christian. Have a good day.
下这个感觉。哎呀，现在到了这条路，我之前在这边的民宿住过一段时间，然后呢，每天经过这条小路，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吃、水果摊，感觉一切都好像没有变。然后呢，我现在去这边的这个民宿还是有当时的那种感觉的，按摩店之前在这边按过，咖啡摊还在，然后我住的这个民宿门头也没有变，还是这个绿植的门头。我当时是住四楼， OK， 进来跟他们打个招呼再坐一下了，感觉也是没有变化的。 Hi, you still remember me? So 2 years ago I stayed here for a month in the fourth floor. I live in there. So I'm here to meet the Pear, but Pear is not here, right? So I bring some gift for her. So you're working here for a long time? 2 years, already 2 years. So right now it's getting busier, right? Because 2 years ago, I was living in the guest house, right? Only 2 guests living upstairs.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guest house is very busy, right?Fully booking. I sent you a message to Pear, but maybe she's busy for something. Yeah, very busy. 来给他们做一杯咖啡。把我们的海报然后留在这边，2024年2月14日，然后这是我2022年5月24日留在这边的。我感觉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再来一次，留一个东西在这边。这边这个工位是坐着最舒服的，是因为视野非常非常漂亮，直接就可以看到楼下。哇、nice flywhy 的做咖啡的水平真的是进步了很多哎，他之前是做不了这么好的，现在做得这么好。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场景，这种感觉好像是时光穿越了的感觉，这个心情还是挺复杂的，对不对？然后刚才店员跟我说他这边大概涨了5到10泰铢的样子。去他们的楼上的民宿看一下，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好像是自己不像是客人一样，像回到自己家里面了一样，真的是太棒了。 Thank you. Very familiar. 我在这边还做过咖啡测评，你们记不记得？哇，感觉这边一点都没有变。这是一个小的厨房，我之前会把我的一些水果呀什么呀放在这边的冰箱里边。然后这是上边，我曾经住过的房间，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住满了。然后这是他们的楼上。其实他们整个这个民宿的房间不多，就只有10个房间。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我住在这边的时候，我住了一个月，大概就基本上都是每天2间房、3间房被订走。但现在的话，它基本上都是全订满。榴莲不能带过来。Time to go.
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畅。哇，这条街感觉有点像是 time travel 的感觉，太微妙了。新年的这几天呀，人还是比平时我觉得要多得多的。你看这边的路口的主路的人流量还是蛮多的，就是这边的这个路口。这个山竹买一袋，再买个青芒果吧。吃这个呢，我其实不太喜欢放这个东西，有很多人吃这个都会放这个小料。哈哈哈，买一个这个了，它这个应该就是金枕榴莲了。Yeah, this is thanks. 啊啊，谢谢。哈哈，理解了，榴莲。你问见了？哎，我好像没有问见。吃一个，用多了。吃一个。嗯。有点烫。半烫两台高了，来我给你弄。这是咋弄？你看啊，我捏一下，因为它熟透了，捏一下它就开了，变成两半了。